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aisly 的实况主小嘎，你们好吗？看我的影片的时候，记得按赞、订阅还有分享哦。不，我们到达优胜境。然后嘞，进来，刚进来以后嘞，这边什么？抽屉，没东西。里面有冰箱，冰箱在这里，没东西。这里也没有水，水要在外面倒哦。然后呢，左边是什么？然后这边有一个很大的行李平台，但是我们的行李箱放不下，水要放下面。然后厕所呢？换洗用具，讲香皂一定有。然后还有个铅笔，不知道要干嘛。哦呦，洗澡的地方还蛮大的，不错。还不错，然后这边有淋浴的。还有洗发精、沐浴乳。洗发精跟沐浴乳是乖的。蛮大的，还有什么金？这个皮卡丘应该要把它拿出来，不然会死掉。马桶是免治马桶耶。免治，对。洗洗后洗洗那些也是基本配备。免治马桶的基本配备。然后这边有个小小的梳妆台。妈咪的。然后床，两张蛮大的床。灯对不对？然后户外灯也可以调。哦，它这边有一个中控式的，然后感觉是欧式建筑的哟。然后外面有一个小阳台，这边有一个小桌子，妈妈已经在外面了哟。外面是长这样子，景观还不错哦。基本上应该都是一波二十的，但是因为今天晚上我们要去看烟火，所以我们就取消了晚餐，这样子还可以折一些价格。那我们这间介绍就到这里哦。咕咕，臭小子，后来就有一个超大的草皮，然后它里面有一堆球哦。就这了呢？怎么了？这颗？那颗啥？去。郑无比，你故意的，对不对？你听我的，小刚，你们看到？小刚，你们看到？结束在这边玩球的这个东西了，就下一个点哦。不顾很高级。我们呢现在在圣码头，因为刚刚那个地方实在太夸张了，所以我们打算就不看烟火了。在圣码头这边有一个小店，我们家吃东西的是小嘎。对，我要喝贡丸汤。好，我们就这样了。干面好吃吗？你喜欢？
看哦。谢谢小嘎请客。两只。这可以吧？谢谢。天的早上，在吃早餐的龙咪在卖萌，龙咪在卖萌，没有很大，很小的，对，就而且就后面这一盘，然后我吃的是卤肉饭，肉燥饭，好，那我要去帮龙。吃的差不多啦，基本上来说，这边的东西虽然不多，但每样的东西都还蛮好吃的。这边还蛮推荐大家来住的，因为那个大草坪有几幅画出幽静。那我们等一下就准备小心回去喽，这样对不对？很难小心呐、你才小心吧，你倒着走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小龙，小龙。